baby， 嗯哼，我最近好想要辞职哦。哦，你知道我们老板真的对我超机车的吗？嗯，他每天都叫我加班呢，重点是已经欠我两个月的薪水都不给我。哦哦哦，然后对我态度都超差的，嗯哼，都叫我做一大堆事情。可是他一个月都给我20几万哎，嗯，虽然是晚给了一点，嗯，真的要辞吗？嗯嗯嗯嗯，你觉得真的要辞吗？嗯嗯。那我辞咯。嗯嗯嗯。喂，老板哦，我要辞职啊。嗯 ，baby。怎么了？我最近好想要辞职哦。为什么要辞职？因为我们老板他对我态度超级无敌差的，而且明就没什么事情，一天到晚就叫我加班嘞。然后重点是他每次要跟他女朋友吵架，都会迁怒到我身上，每次在那边乱骂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就烦。可是他一个月又给我20几万的薪水，那你要好好考虑哦。好像也没什么事哦。好啦，谢谢你听我讲。那你现在心情好一点了哈？好多了。去吃饭。好啊。好，走走走。